讲。小沈，侬讲搿搭啥金茂大厦啥物事？哦，因为阿拉是学酒店管理专业的，对伐？我是九十年代初就做酒店了，买过酒店。葛末辣盖1999年的王林老师，上海最豪华的酒店就是富特美，是最豪华的。葛末99年辰光呢，就是讲开了搿家金茂大酒店。搿辰光呢，就是讲股东还是比较乐享哦，还没像一家繁荣哦。葛末金茂出来顶好，叫横空出世哦，我上海讲得老好，横空出世的意思。搿辰光是打破了全上海的记录，伊1999年辰光呢，是全上海、全亚洲最高楼层的酒店，88层楼。就是就讲全部人都很咋舌的，就是。那么这个记录呢，一直它是2001年的时候被评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高度啊，这高度一直到去年2001年辰光把上海中心打破，所以讲呢，现在的高度上海中心100多层，搿种金茂就围成了介许多无数的全上海酒店、全亚洲酒店。哎，不晓得，你这种老聪明的心理状态。哦，大家讲到三季涛呢，就是浦东金融中心的三幢元气大楼，第一幢金茂大厦，第二幢上海中心，第三幢就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，就是浦东三季涛。三季涛，对对，就是的。要下烟嘛？太呛了，太呛了。但后头是东方明珠，前头是三季涛，哎。这个是不是小松了？陈陈。浦东三件套摩天大楼，当中一幢就是金茂大厦，右面的是上海中心大厦，左面的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。来不及等待，来不及沉醉，哦，来不及沉醉，年轻的心像太阳。